Hello， 大家好，我阿凯。我们今天呢，有场主邀请我们来帮他们介绍一下店内的新活动啊，因为他们现在里面所有东西都有做夹送，然后而且他几乎每一个东西都有做奖单，然后他的奖品在这边。他们从4月1号开始到5月8号送的东西蛮多，有电视啊、脚踏车、烤箱、咖啡机、杂七杂八，有的没有的有大概300多个奖品。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边拍一下，然后里面几乎每一个都有贴奖单，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随便稍微打一下，先换个1、2、3、4、5、6千，不知道要换多少，先打一下看可以打几样。因为我们抽奖当天的话，我也会过来，然后我现在先稍微打一些抽奖单，先投下去。假设我的奖单我当天抽奖到的话，我都送给各位，因为我也想要来体验一下抽奖的感觉。我们就稍微寻一下，他连这种小娃娃都有，哎，都有抽奖单，就每台几乎都有。对，每台几乎都有，我们就稍微试一下。我刚好看到一台我比较有兴趣。他那个奖单是打完为止吗？打完为止，对。他说每一台有50个奖单可以抽，所以要打要快。对，我刚好看到这个，我蛮屌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什么香香豆？哎，洗衣服的香香豆。对，然后它是有点像做像洗衣球这样，一小颗一小颗的。所以也是直接丢一颗下去吗？还是要拆开？不用拆啊，就直接丢就好了，就是不用倒啦。可是以我们在洗衣服的量，我觉得一次我可能会倒很多。你就多丢几颗。哎，这有没有奖啊？哎，它丢一颗出来耶。这样少一颗，它漏了，它没绑好。对啊，这样少一颗呢，等下就要赔我。我觉得它会洒出来哦，你把它拉起来的话，它会洒出来。那我们就让它洒出来，洒的满台都是。啊，这样你怎么解啊？没有啊，掉。让它洒出来。那、啊、我们夹它那个洞看看好不好？哎、欸，还一直掉呢。你就要他那个单子、欸。对，我们就专门打那种有单子的。对哦，我要跟那个各位说一下，我上次的影片啊，然后我的 QR code 留到我自己个人的 LINE， 然后所以有蛮多人加的，因为它太多，然后我一次只能发送15个，所以我 LINE 我会重PO，然后我就是直接PO群组的 LINE， LINE 的那个 QR code。哎、欸，哭哦。跟女生，它、啊、真的剩2颗呢？没有，在里面。这台不错啊，这台 OK， 蛮实用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它香香都装这样，它怎么装的？自己分装那么搞刚。啊，出来了，出，哎、欸，刚好我们家最近缺洗衣球，来打一下洗衣球。我记得我们之前打的好像有点快用完了。啊，对，你们也在洗衣服哦。洗衣服是我在洗哦。我突然想到呢，你没有听我回答得很心虚吗？对哦，你们也在洗衣服哎。哎，而且我刚看了一下，有人投了200多块，快保家了。现在习惯就是要夹之前先看一下雷保多少。对，先看一下雷保多少。因为太久没夹了，技术有点退步很多。喂喂，一颗自杀。有没有啊？差那么一点。起来。这就行。喂，这个有奖单。哎，这洞口会过呢，不错呢。我过身就过。跟开车一样。滴滴的。没有那个没奖单，我不要，我故意把它打上去。是这样吗？嗯，没奖单的我不要。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奖单而已。下来。下来。我现在有点不太会打这种放得很满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排排站全部都排好了。哎。我播。哎。是两个。有。那个先不理他，我想要先打那个有奖的。把他那个一撞下去就掉下去，哎、欸，他自己放掉了。这台也是奖单很多，而且看起来很……哦，
这台不错呢，哎，都是奖单呢。我们就把它枪位奖单打一打就可以。哎，平台有没有？真的是平台，这个真的是平台啊。这只要旁边我夹起来，哎，差一点。没有，这个敲一敲就下来了呢。起来，有没有？两个平台啊，那个先不要管它，就是给它当平台就好，先捞后面的。哎，有没有平台？让它直接滑下来就好，我拉它。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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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要不要，我先把后面这个夹起来。哦好。一二丢，平台，有没有下来了？平台，哎，这个平台很屌哎，无限枪位。平台，给你满满的大平台。你干嘛蠢蠢欲动？你看有没有？就其实敲一敲就下来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习惯，还是。你刚刚敲那几下是怎样？哎，一次两个，那平台被你清掉了。这跳得出来吗？哎，这么快啊？哦，它洞很大呢，这台太好出了吧？制补是怎样？它那边有制补是怎样？就是可以把它拉开来，然后。如果出了就可以直接，所以我可以再放一颗进去吗？还要打完才可以放吧？是吗？我不要，它一颗的时候比较好跳呢。真的吗？没有啊，夹两颗就可以抽两次啊。刚好中两只 GK， 不错哎。这次就可以抽奖抽 GK， 我还没有抽过 GK 给观众过哎。喂喂，来了，香味来了。我的片第一次打中台，抽动的，我还没有打过呢。而且它的洞很大哎，它左右的洞都超级大的。嗯。丢。OK， 好。我先抽一个。我跟你讲，人家都会觉得在边边角角，你知道吗？对，我不信，我就在这里。三二八，哎，三二八不在这里，在那边呢，有 GK 的地方呢。三二八，三二九。好，换你，换你抽一个。我要抽这个。三五七，这是什么？泰国虾。哎，它里面好像有奖单，20两可以换一斤泰国虾。20两，它里面好像有好几两、好几两这样，然后4两可以换洗衣球，就是通通有奖的意思，对不对？对，通通有奖。用捞的？用捞的吗？先把后面捞起来好了。哎，这样就出了。哎，它还可以换3点蟹，牛肉、猪肉都有。嗯，牛肉、猪肉都有，这样有了吧？有两个。我刚是下抓拍输，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这样打的啊，没有错啊。你刚不要质疑我呢，拍输乱放也可以就对了。为什么要质疑我呢？没有，那不是拍输什么的，拍输乱放，技巧技巧，好不好？哎，这个打去后面把它全部捞出来。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泰国虾吃就看这个。先打几个，看一下。有一张奖单，1两，先开个几盒出来看一下，1两，1两，2两，3两，也蛮多的呢。现在打100出头块而已，我看一下。4两可以换洗衣球。现在8两。所以8两可以换。2个洗衣球。2换。用火的，刚打几两？8两。8两。他这个真的随便捞都有。
20两黄一斤。有的，哎、欸，要用捞的，真的是用捞的。有没有？拨着拨着就有了。又三个。哎、欸，这场话真的抓到学校怎么打的呢？那你就让他甩浮大，浮到前面来。对，然后你就随便连爪都不用收就有，像这样。有没有，就跑到这边来。再一次，没有没有，再一次，连爪都不用收，只要甩浮够大，就自己捞出来了。有没有？你看，对不对？很适合我这种没有在收爪的人。它保夹很低，所以你要保夹很难，你知道吗？而且又一下就出货，像这样捞一个就出来。对啊，捞一个就出来。它现在有奖单，然后又可以吃泰国虾，我觉得打这个很划算。凑不到泰国虾也可以凑行球。我又有奖单，一个一两，刚是几两？8两。8两。2两，现在9两、11两，又一个奖单，哎、欸，3两哎，所以是14两。8、6两。1两，还5两，还5两，哎，怎么刚刚好？刚刚好20两，刚好有1斤，出来，他直接外丢拍是怎样？那这样是外丢拍？外丢啊，这感觉是很好打哎，他奖单全部贴满哎，每一个都有哎，所以我只要随便打就有。对，只要有数就有。你看外丢啊，他真的外丢哎，他真的外丢啊，他斜甩应该是外丢，左右我试一下。你看外丢啊，我把后面拉过来好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外丢吗？因为他这边没有挡板，嗯，他是斜板，他没有挡板，所以他没有撞到挡板就不会少一拍。你看对，前面就没有。跳出来，那还有夹送呢？这边几乎都有夹送，几乎。对，几乎都有夹送了。下来，下来。技术出货，这是技术吗？技术出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技术哎。技术出货。来打一下这个天竺鼠车车，台台。我这个拍数好呢，这个拍数好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很慢，它就这个刚好是正两拍的拍数哎。哎，而且这个打回去我女儿很爱吃呢，知道。直接海苔吃到饱，零食吃到饱。哦哦哦哦哦，这个很好捞。这个很好捞啊，来赚奖单的，他只要出货就不会收手了。好，这个要捞一下就出来了。有没有一次出两个？哇，太早了，太早过电眼了。我本来想可以一次出两个，他这个拍数我喜欢啊。想想有没有？怎么样？有有有。我看到你示范了，但是他没出。你现在越来越会敷衍我嘞。他前面被我打空了啊！哎，不要出啊！还有人在叫你，没有出啊？因为你出了，你可以一夹后面一次夹很多啊！看有没有又出了？很好捞，很好捞，捞好捞满。你看他的宝夹可以一次夹这么多哎，我们给他投宝看看好不好？我跟你讲，我现在先来捞后面，然后等一下直接给他投宝。这个要保很难呐、啊，它一直掉出来。还是直接投到保，看看可以出多少。我劝你还是不要、啊。你看，我要求哎。你看，他不让我保哎、欸。我又没办法保啊。想保夹都难。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这种话。跟你讲，我最近打台吼，都被电到有点怕了。今天打到这个，第一次打到这么有成就感。想保夹都难。想保夹都难。你看。随便打随便有，而且是联名款，光它的包装就很吸引小朋友。对啊，
哦，几包啊？十包。这台是什么？无挡版。对，它右门是，哎呦，高腰时间到，它右门是无挡版。看一下会不会自己滚出来。哎，欢迎你，我先把后面拉下来好了。以往我们是没有在挡的啊，但今天要稍微挡一下。为什么？没有，你看我前几部影片，我观众都叫我要挡，他们都叫我要挡，说叫我后面挡起来，好不好？我们要听一下观众的意见，要把后面挡起来。观众在给我的建议，我都有在听，好不好？所以现在学要挡了，对不对？对，现在要挡，现在要学会挡。好好。不挡了，不挡了，不挡了，还一直卡，不挡了，不想挡了。虽然说观众讲的我有在听，可是有时候也会任性一下，你知道吗？随机应变，你知道吗？出，他就不让你出，他就不让我扶啊，扶了吧。折一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夹四样可以选上面夹四的，是选一个啊。没有，感觉前面很好打，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要用打的啊？你说你最不会的吗？对。我真的最不会就是甩打，我真的最跟甩打没缘，你知道吗？哎，现在是几样？不知道，没算。四五样，所以离我们九样还差几样？差四样。你就不能选那个四样跟那个六样的吗？就一定要选九样的吗？啊，可是我就要出了呢。你看现在几样？五样，然后加那个六样。六样，六样，你这样说什么？四样跟几样？又要改了，是不是？没有啦，我现在在想一下，我要打哪一个？六七，有没有？六七，现在七样。你出了吗？现在这个要出的东西吼。有没有六六甩打？嗯，甩，这个叫甩打吗？甩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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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帮我剪掉。我偏不，帮我剪掉啦，看，帮我剪一下啦，拜托啦。你的甩打跟我的认知好像蛮不一样的。我自己都跟我自己不一样，还跟你不一样。有了。哎，你这部影片可不可以帮我剪的好像很厉害一样？剪得很厉害是什么？就像这样啊，很厉害，十块一样，十块一样。不是因为人家没挡板的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了呢。差两样。对啊，七了呢。现在除了拼夹送、拼奖单之外，也是要拼加夹送。好了，有了。我觉得我们先打后面的那个猪好了。它是猪吗？啊，不然你觉得看起来像？应该是牛吧。哎，两样嘞。十块出两样，结束了嘞。九样了吗？对啊。我们今天来这边大概打了多少？他说2500吧。嗯。对，然后我们现在来结算一下奖单。我们本身打那个泰国虾就有四张。五，我如果撕破算两张吧。各一半就对了。对。有几张？一二，它粘在一起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十五，等于说我可以夹五次。他们的活动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只要有五张奖单，然后活动日当天的话，你就可以十元宝夹一次，就等于是有一点像必中，他就会让你夹一颗球，然后那颗球夹起来里面就会有奖，然后总共有300个奖，然后每一个都有奖。他们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活动那天是5月8号，5月8号的下午2点到7点，他们这边就会开始十元宝夹活动。然后我这边大家可以夹5次，然后我当天也会来，然后我夹到的奖就是全部都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活动是从4月1号到5月8号，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快点来拼一下这个奖券。然后这场几乎都是杂物，又有弹跳，然后又有搓搓乐，然后它几乎上面都有夹送。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个，从里面跳最贵的就抽这一个，然后关键字就打新富路348号。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加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No, that is what they all say when they see me pouring some wine. Oh, then gets empty again. Better fill it up before I go.